主料，蛋糕粉200克，榴莲肉150克，黄油90克，细砂糖80克，泡打粉4克。辅料，蛋糕粉70克，黄油30克，细砂糖30克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。香酥栗的做法，将辅料里的黄油软化，筛入面粉，加入细砂糖，用手戳成香酥栗的蛹，榴莲装入保鲜袋里，用擀面杖压成泥，将温室软化好的黄油打软，加入细砂糖打至体积膨大，颜色变浅，筛入混合好的蛋糕粉和泡打粉，将榴莲肉和面粉分两次加入黄油内，搅拌均匀，填入裱花袋内，挤入气氛门，上面撒上香酥栗，烤箱180度预热，放入中下层烤至25分钟，取出放入180度烤箱中上层烤至表皮上色，大概1分钟，烤好了趁热吃，特别的香甜，建议不要多吃，会腻的配上一杯下午茶，静静的享受吧。烹饪技巧，中上层烤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火候，不要烤大了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